Hello， 大家好，瑞文です。好，这一张高中生悟饭，它的极限在觉醒已经完成啦。那虽然说没有我想象中去到一个很猛很猛的地步，但是作为辅助角色，又是武道会出品来讲的话，已经是很不错的啦。他的那个常驻 58% 依旧是有在啦，然后 extra 获得了不大不小的那个攻防加成，虽然说没有到非常非常的高的那个趴数什么之类的啦，但也已经是够用的啦。对于极细的敌人的时候还会 extra 再多 58%、然后在这个必杀效果上面，行动之后还是有一回合的防御上升了，那么可以连击得到的话，防御又会再提升一些些，当然这个就很难去指望他那么多了。那么我这边的话是15连击11彗星跟4回避这么个样子啦，然后连接虽然说是全练满了，但是可以连到的其实也不多，因为是还蛮麻烦的啦，像正义的那个 hero 这些就不好连了。这边的话技能力大家可以看得到啦，全部都是加防的 500,600， 然后这个也是600，这边就1200加500 1700 的那个防御加成，所以就会比较高的防御力可以使用到啦。OK， 那么这边可以吃到 200% 的队伍只有两个，一个是三大带队，另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Mr. Gohan TSO 带队，所以这一次就组了这个样子的队伍啦。然后这一张的话啦，它有那一个 Say No Hero 这条连接啦，到时候就是可能1、2、3这么个样子的摆法，然后 vs 极细的敌人布罗利的关卡啦。来，行きます。さあ、行きましょう。之后可能就找个机会啦，就让他站在三号位来做各种的运用吧。虽然说他是主角啦，但也不会完完全全的以他为主这样子。OK， 这边的话是可以连到一条，如果是这么个摆的话是可以连到两条呀，这个摆法是比较理想啦。OK 啦，就这个样子的移法。OK， 马子口气。这边我应该让他站一号位才对的啊，选择错误，不过算了。对，这样变到他一下都没有被打到，也不错啦，也不错啦。就火力面上，其实我们也不会特别指望在免费卡上面啦，但是就我们的要么假那张，让我们有很大的指望去了。他的火力真的是超夸张，在这一次的武道会来讲的话。No.1 啊，免费卡当中，而且是九周年等级的那一张。那么这一张的话，就是免费卡当中的那个辅助力度很高啦，58% 减伤了。然后配上 Wiz 的话，直接是无敌，没朋友。606万 ，What？ 对，有 supporter member 力，有 supporter member 力，对。呀，那个突然间震惊了一下，然后才想到啊，对了，有 support memory， 那就没有什么特别。哦呀，必杀在这边，认真大丈夫です。うと、おす。OK、こっちからのこっち。再过我靠近，那这边的话就让两个体野兽都留着先啦，可以叠一下。海东，哇，财神大佬就是不一样。我现在很犹豫啊，这个 Mr. Gohan， 因为可以搭配新的 Mr. Gohan 的关系，然后是越来越喜欢把他们组在一起来使用啊。所以就想说，要不要想办法让他开多一路，气到开两路的状态，然后我就可以让这张 Mr. Gohan 进入完全体状态，然后彩星就九级体这样子。就一下，也是啦，才这么两个嘛，正常。OK， 北极大，直接解决他啊，没办法，558万罢了。残念です。不透。对了，我有没有记错他的200%？我一直很好奇我自己的记忆力。
三大在跟三啊，对啊，三大跟体野兽嘛。亲子之判，很可惜这张没有实地之判。认真玩看来 ，OK， 这样子啊，它跟悟空是零连接哦。哦 ，Mandox， 等下这样北极大过来的时候，可能就要把它换掉了。这样，悟空去三号位好了啦。我还是希望这个样子。OK， 又是没有被打到完全不会被打到这个怎样？25万亿的防御力哦，这边是25点亿嘛，然后他行动过后啦哈，是会有一个58%的提升，然后再加上防御力那个必杀效果，可以去到51万51万可以扛超过100万的那个伤害了还不错如果就只这样子来讲的话是还不错当然也没有讲到很理想啦就也还不错啦所以比赛是真的少面点能力带了这样大的加成嘛经历那个 C 的 Hero 是没有加防御的哇哦哦对啦对啦这个辅助有辅助到他 C 的 Hero 这条类别啊有一个 extra 50发辅助我突然想到了难怪这么高哼哼561万，原本是想说他去辅助别人的，结果就到别人来辅助他去了。哎，对，1530万，的，就可不变，卡没哈没哈。妈，如果这个队伍要打输啦吼，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败在那个 Mr. Gohan 的手上嘛，体野兽。要不然就是这个踢的时候会爆了，然后这一张应该不会爆了。对面已经要挂了。这个样子的话，要我留我自己的野兽好了。那反正不容易的火力。哎，OK this。こっち最後はこれ被動加一加就好了まあ、这个就随意写了这方面那个火力很难到更高不过600多万算是还蛮够用的啦之后我看可以拿去尝试打一下混血赛亚人的那个类别任务吧完全感受不到他的那个因为他一直站在不会被打的地方 OK 会被打一下我们就把它放在二号位吧北极他也是没办法有连接那么就继续呗实在有够好笑哦其实这张啊吼现在给它放到一号位也是可以的直接开那个Wiz 它就无敌了不过就算了这边我们就尝试一下啦吼在没有任何的加工道具的情况加防道具的情况下挨一下布罗利的普攻看怎么样子应该是扛得住啦而且这一张行动过后还会再帮忙增加的那个防御力嘛算是还蛮强硬的了80%减伤，再加上30%辅助。这一诺基罗，然后北极大后面的话是吃到80%的辅助，然后气力，加3吗？对，气力加3。布罗利吗？哦，是的。太悠悠对然后轮到我们的罗汉谁好笑带着他好像没有什么发挥一样561万 OK 对 OK 康克属普攻也是没问题而且布罗利在行动之后会不会 extra 加攻啊哦吼北极大杀死个
check 一下，我看一下他的扛伤了哈。虽然说我们通过计算就是有一定值的那个出来了啦，可是亲自去体验啊哈，还又是不一样的东西。普攻是600,000，再乘以1.5多30%，可以哦，90万的那个普攻这边也是可以很好的扛，那倒是还蛮不错的啦。嗯，当然啦，也没有到多棒就是了啦，就只能说还行。哦，要修这个样子的吧。嗯，嘛，修过来。哎对，哎，这边应该是直接射爆他了啦，1795万，那这个搭配起来，两张 pistol 勾汗放在一起就是舒服。哎呀，被打了这么多下，你都没有会心的，三下哎，大佬，40%再加三下，不是100%了吗？难得。难得？难道是我的那个被动还没触发？那么被动没有触发也是有80%。这边我也是有蛮气的喂。おかしいだろ。よいしょ。OK。那么等下最后一关是体属的嘛，我们是属性相克，这样给他把它摆在一号位，看能不能玩出什么花样。会不会直接被送走啊？应该是不会吧，毕竟这队的血量这么高，也没有多高啦，70万罢了。不过我相信你们是可以的。队伍这么多那个大佬了，还打不过去，那也说不过去。OK， 那么这边我们就让他去到一号位吧。哎，胜利的 hero 吧。如果站在这边多一个战斗民族了，对。25万、33万跟42万，哎，马子科技，阿拉诺，哎，这边100%。那么前面会遭受4下攻击啦，就看一下呗。OK， 克数就是可以干真干斗。然后这边的那个攻击其实也没有到很高，178万，然后没有道具吃必杀，哦，20万。OK， 杀死个58%减伤再加克数嘛，这个就很硬朗。当然这个是打克数了，如果不是克数这边已经飞了。因为178万乘除以58嘛齁。懂。178.5万减58%。还是要70多万的。还是要70多万的防御才可以扛得住。然后扣掉他呢，刚才那边25万多，那么也是要被打出蛮多的伤害了。假设是平衡属性的话，哎，这样好像也不错。可是现在的关卡其实已经上到266万，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是扛不住了。嗯，所以不过作为免费卡，不错了啦。我们不要求完全扛到完，吃一点伤害的话，其实就他可以去到的地方还蛮多的。嗯。嘛，ここで終わりかな。一直这个样子喂，算了。这一张高中生物化，我觉得未来应该还会蛮活跃的。只不过他现在可以去的队伍真的是不多啦，比较麻烦一些些。之后。试试看一下，再去打一下那个蓝区的任务看看。哎，去打多一下蓝区任务，可能扫掉某些角色，看我能不能。还蛮麻烦的，如果没有这个 Mr. Gohan 的话。可是这一张可以帮他放在一号位，然后反正他的火力我们也不重要，
用它去牺牲掉攻击次数扛伤害，然后让二号三号位有机会输出也是不错，可是那边也有绑位置的那个限制啦，不过整体来讲还算是可以，就用来过任务的话啦，某些它有的类别任务是可以拿来玩玩一下的啦，手法还 OK，相当的棒啦，我自己个人是还蛮满意的，以目前这样子使用体感下来，虽然说这边是靠着大佬待着啦，然后导致我们可以无道具通关，当然其中也是花到了那个 supporter member 里啦，让他的防御力更加的高上去，不过这样子的组成其实还不错，然后这个关卡也没有到特别难啦，就只有那个布鲁利速鼠阶段会比较辛苦一些些啊。混血赛亚人魔龙普篇啊，魔龙普篇现在就还蛮期待后续的再提升，他进入队伍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力双人打得更痛，然后因为看破必杀的话他以扛普攻面上来讲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应该算是蛮 alright 的啦，这张之后啦就看后续的提升是怎么个样子，目前只有两队会比较可惜一点呀，这张终于等到了，然后也 OK， 也 OK， 只要求了扛普攻，好了，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谢谢各位的收看，じゃあまたね，拜拜。